长达三年的旅行禁令，台湾人早就忘了如何出国旅游。禁令解除后，机场一时涌进大量旅客，突发事件不断发生。星宇航空相信，旅行是一项值得被认真看待的专业，唯有做好万全准备，才能拥有优质的旅行体验。SLTQT 星宇旅人资格检定，全球唯一认证旅行资格的专业检定。一场从未见过的考试就此诞生，最终考试甚至在星宇航空飞行模拟舱举行，上百道精心设计的考题只为考验你是否具备出国旅行的资格。外交部建议出国前护照效期该有几个月，以下何者不能减缓飞机耳鸣的症状，以下物品哪一项可以被带上飞机。 SLTQT 将根据考生的成绩颁发钻石、金、银、铜四种不同等级的证书，持有证书的考生还能在订票平台上享有对应的票价优惠、舱等升级。 SLTQT 攻占各大社群版面，网友们争相分享考试成绩，晒出证书，连 KOL 都分享应考心得，上传攻略，甚至有人将 SLTQT 证书放进求职履历，让每一位忘记如何旅行的人都能享受完美旅程。 SLTQT 全球唯一旅行资格专业检定。